早前凭住热爆韩剧《欧我的鬼神》入面饰演暖男厨师一角而火速上位嘅韩星郭时扬，呢一日率领所属嘅四人男团 1NE1 首度集港，出席观塘 APM 举行嘅 APM 城市诺比花生漫画大电影《飞越梦想》圣诞亮灯活动，同埋首个香港签名会人。平均身高有成1.86米嘅 1NE1 系今年正式出道嘅四人男子组合，成员郭时扬、安孝燮、松原石同埋拳道君一现身，即刻吸引咗近300位影迷热捧，佢哋亦都好 nice 咁样微笑，仲向 fans 挥手。 1NE1 大赞香港嘅 fans 热情又亲切，道君仲话嚟到香港最想就系食点心。被问到最欣赏嘅香港影星，日行搞鬼嘅时扬即时用特别嘅方法嚟话俾大家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全部全部英雄本色啊！倾完偈之后，佢哋就同 fans 一齐玩游戏，先 sweet 爆咁样影合照。去到呢一个位，如果你劲葡萄嘅话，应该之后就冇眼睇啦。因为时扬同 fans 一齐 share 软糖嗰阵，两个人仲差啲食到嘴埋啊！为咗令到其他 fans 息怒，佢哋就话要唱翻几首冧歌氹下啲 fans。事后接受访问嗰阵，讲到差啲嘴到 fans， 时扬似乎唔太抗拒咁啊。일단저희가이렇게해외팬여러분들을처음으로뵙는거고요그다음에아까그팬여러분이랑아니팬분이랑같이이렇게입맞추면그분에게그래도뭐좀좋은추억이아닐까라는생각이들어요맞추면맞추는거죠